渴。西方的人本思潮带动了个人自我主义的意识抬头，直接影响各种的改变，使得这个社会人人只要肯努力都有机会扬名立万。但是人的生活环境也因此遭受空前的破坏。不过大部分的人毕竟还是往好的方向去看，在少数人为着私欲而引发不安之际，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人穷毕生之力只为了与他人共享生命的美好。在印度的德雷莎修女，让成千上万受苦的印度人有尊严地离开人世，更改变了许多人追求物质生活的心态，不仅自己活得更有意义，而且将爱的种子传播在世界每个角落。近年来，台湾启智教育工作的蓬勃发展，让心智障碍者也可以抬头挺胸，参与社会的活动。可见，只有爱才能使人活得有尊严，活得更精彩。许多先进国家早期以为社会福利工作只要编列充足的经费，一套完整的照顾制度就可以高枕无忧，而事实证明，这种仅能保证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有基本物质上的需要，而人内心最重要的爱，是这些所谓完善制度无法提供的。因此，让我们学习如何去爱，并且在生活中具体的实践它吧。